来自大天使乌列尔信息。关于影响能量中心运作的因素，传导者向光之语，我是大天使乌列尔，你们好。你们身上的能量分成好几个层面，最主要的是主要能量中心，也就是你们所熟知的脉轮。主要的七个脉轮的运作给予你们身体最大的能量支撑，这些脉轮的运作也支持着你们器官脏腑的运作，而同时支持着你们的灵性运作。所以说，这七个主要的脉轮是你们生存之药，也同是提升之药。不同的修行法门对于身体的能量中心会有不同的说法跟运用，例如中国的道家虽然没有谈到脉轮的说法，会用其他的说辞去标示身体的能量中心，例如丹田，而每个不同的修行方法所强调的能量中心会不同。但是透过自家学派的专门提升方法，可以将身体的各个能量中心更加的活化，进而达到提升的目的。这些能量中心不停地向外在跟内在做能量交换，所以这些能量中心的能量是不断地变化着。它们向外会跟许多不同管道的能量做交换，最基本是跟所生长的盖亚母亲还有星系大家长太阳的能量做交换。这两种能量对于你们的生存有着很大的关联，提升了你们生存所需要的能量。太阳的能量从上方的能量中心点进入向下流动，而盖亚的能量从下方进入你们的身体往上流动。这是非常完美的双向能量流动，可以让每个人的生存能量运作到最大值。另外，如果是灵性提升的人，透过提升的训练，你们还会吸收着宇宙更高存有们的能量。由于长时间接触更高存有们的能量，你们跟一般没有进行灵性提升的人的能量强度会有所不同。此外，你们还会跟所处的环境能量做交换，当然环境清幽，空气良好，建筑不过度密集的场域可以提供更好的能量。但是 3D 世界的生活本来就带着困难度，因为需要求学谋生或者其他的因素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好的因缘居住在外在环境条件很好的地区。但是不要气馁，这个是可以有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的，那就是在自家的居住空间创造出干净简洁还有通风良好的环境，每天有空到住家附近树木较多的地方清理一下能量场，假日的时候到大自然去走一走。另外，每天的灵性功课也是要认真的去执行，这些方法就可以改善你们生存环境所带来的能量伤害。另外，你们还会跟周围人的思想做能量交换，这也会影响到你们能量中心的运作。如果你们周遭的人是充满爱的环境，充满爱的语言，这样的环境会让你们的能量振动加分。但是每个人会因为各自因缘会遭遇各式各样具有考验，尤其是职业场所，基于利益关系，往往周围的人所呈现的思想并不是那么的有爱，这都会影响到你们的情绪还有能量状态。但是不用紧张，只要你们对这样的状态有所觉知，不去过度附和别人的想法，回家还是认真的执行每日的提升功课，可以将这些外在不好的能量化解的。然而如果你们周围的人是呈现暴力思想扭曲等等负面思想，请你们快速的离开他们，因为他们可能是从更低阶之处转世而来，完全不知道爱为何物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，长期跟这些人相处下来，对你们的能量会非常耗损的。
最后谈到能量中心会跟你们的内在做能量交换，你们的思想存在着能量，它会影响着你们的情绪，也同时影响着这些能量中心点。一个正向思考、开朗乐观的人，他的能量运作状态一定比较顺畅。同时，对自己对别人充满爱的人，心轮的能量振动会较强，而你们对别人有爱，也愿意时常对别人说出关怀的话，喉轮的振动能量就会增加。而如果你们经常充满负面思想，让负面情绪包覆自己，或者对于其他人有着邪恶的念头，这些都会影响着你们的整个能量运作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提醒着你们要随时随地的关照自己念头，看看这些念头所造成的情绪，然后去修正它们，这对于你们能量中心的运行会更加有所帮助。对于你们能量影响的因素，有天生自然因素，也有孩子外在的环境因素，也有来自内在的因素，希望你们能够去察觉一下，然后做修正，让自己的能量运作更加的顺畅，灵性提升也会加速。我是大天使乌列尔，我深深的爱着你们。来自大天使乌列尔的祝福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